说除了彰化市，还有和美鹿港、县西嘛齁？啊，范围大概多广啊？不知道啦齁。啊，这是县府水资处发包的嘛？应该是啊。啊，这一段阳仔厝溪要多长啊？有没有？我看那个布袋莲好像一两公里有哦。那、啊、不就要清除很久？啊，预计这一条要清到什么时候？那个发包一年多吧。清一年？对啊。那我再顾哎，冬天就没有了吧？啊？冬天就没有了，应该是夏天呐、啊。啊，你们这一条要清一两个月吧？清不干净哦、嗯，怎么会只有你一台？下面原本有一台大台的，然后调去里面做。哦。对啊。哦，我看你这个可能要很久，因为到那一头去了，中横哎。